都是你的国土。阿妈刚才跟同学起了一些政治纠纷。你也是那个，阿你得做伯利耶。做什么？背后不请他。今天要出征喽。你们现在在哪里啊？我们现在在花莲。时空哎、欸。阿妈，你有没有准备好明天盛大典礼？我要去睡觉了，不要吵。好，记得吃事前药，拜拜。吃事前药。我们等一下到会场哦。阿妈在那边已经困。阿妈家其实是温迪以前的家，从小到大长大的家。来看一下北港的早餐，是什么啦？花桂配大肠，大肠酱是这样，超好吃，超好吃，对不对？超好，用超来形容。对哦，这大餐是两万多块的，蛮吉祥。Shut the fuck up！ 啊，你不要再整我，我就给你打一打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缺对手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你是死定了。今天在阿妈千岁团国小同学会开始之前，其实我们都很好奇。我连我的国小同学会都不知道有谁。我现在国小同学有在联络也只有一个。想说怎么会一个80岁还在联络？对啊。阿妈，为什么你没有先办大学同学会或高中同学会？你买阿门就没有担心。为什么？我都没毕业呀。你有担任过什么股长？我是国小到现在，他每来叫我班长阿姨，叫我班长的时候要出钱呐、啊。那个时候就叫北北，一直能出钱。那等一下要叫大家安静，这样。蛮搞笑。等一下你要请大家吃饭。对呀、啊，原来同学会的主就是你啊、喔！可是你是金主。就多了。那今天几个人来？15个。15个？4个还是5个？15个。15个。这是民国29年的同学。34年台湾光复啊，真正的无读着日本册啊。那你有日本名过吗？有啊，奇库诶啊，奇库诶是什么？你叫奇库诶？对啊，阿妈叫奇库诶。今天所有的菜钱是我出的啊，我这个菜是好的，而且我爱的嘛。阿妈是经常讲话，今天我们三个算东道主，嗯，然后还兼摄影，嗯，阿妈是大企业家哎。现在被出发了 ，Let's go， 结束。你要穿这双去有帅哦，没关系啊。帅哦，帅哦，你穿这样子可以啊。阿妈，你的衣服都自己洗哦，这么这么赞哦。对啊。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这台脚踏车放自备，已经没在骑。在家骑，小阿姨国小3年级的。什么啦？啊，现在没人骑，为什么要放在这？就一年吗？等到我死了再来去丢啊。啊，不能放后面吗？不要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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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一年，是后边的，没晒。对对，你吧。阿妈到了哪里？金雄啦，北港的最道地的最道最道地啊，大家都爱来吃啊。那你今天是东道主？现在阿妈不讲啦。国小同学会大家到底长怎样呢？大家是不是能够玩大队接力比赛呢？你不是我的对手，金队长啊，这个金队长，你们呢？拍谁呀？大家。哪个是你？应该会连自己认不出来吧？北城四年丙组的合影，民国40年6月25号。对，来一个喜弟。我袂夹目镜，那看有啦，好拜托，没关系呢。哪个是阿妈？你知道？这个阿妈哎，找到了阿妈。他知道为了出菜吵架，右边说先拍照，然后就说先出菜，先吃。管他的，阿妈为什么先出差？为什么不能晚一点出？因为人家不守时，那人家赶着要走啊。班长，你要站出来吗？我当然啦。我在呀，我奇怪他也可以混到那边去。什么意思？人家在那边不行啊。啊，班长，班长，行，班长。哎呦，厉害啊，班长！哎，班长举手。还没有。来，班长举手。班长举手。513岁，阿妈读书第一名啊！对啊，阿妈读书第一名啊！一秒都把伊咧提，真的、喔！伊阿妈是阮的偶像哦，真的、啊！好可怜，真的偶像哎，哎害羞哎，哇哦害羞！他这么大的，他这边的网哎，虽然他只有带145而已，请一摊然后就直接收买受人心啊！大家说他是偶像啊，考不考第一啊，被他抢走啊，阿妈直接花钱贿赂我，那我别讲啦。大陆是你的国土。我现在觉得台湾有世代间的隔阂，
这隔阂也不是说什么哦，谁好谁优谁劣，年代塑形的一个教育，塑形的意识，那个时代的潮流跟现在不一样，成长的阶段所植入的观念截然不同，完全不同。集体意识教育才会做的事情，蛮酷的。我觉得他们都是历史的痕迹。对，来一、二、三、来。都不唱哦，肯定不唱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国拜换掉，那班长当铺的国拜换掉。很快，你也是讲，啊，你得做无力的，这代人不是。阿妈刚刚在跟她的同学起了一些政治纠纷，说什么我以后不请他。阿妈形象你还记得吗？什么名字？蓝美静啊。哦，我以前叫李爷哦。妈妈的同学，妈妈的同学，对，北港镇镇长，对，这样这样，一二三，耶。刚刚其中一个阿妈还说，哎，我们是儿子还是孙子？他帮我弄错一遍呢。好厉害！他们拿一张很丑的照片，然后玩得很开心。现在在哪里？北辰国小是谁的母校？看到了，这是你以前种的，是我们自己割。你以前种了多大？我那个时候才两三尺而已，两三尺而已。现在呢？阿妈当时种的树，哎，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对，是吗？没错，没错。他都要气死，阿妈给他打他。网友都说阿妈你很厉害。我把你换掉了。你不是我的对手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我跳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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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妈在抽哪几下？这个，哎哎。得慢走。好球，帅，出局，出局。操！哦，耶耶！今天是讲华语，陈顺团。我今天发现，原来阿妈你的成绩在国小的时候这么用哎。而且你还背一个小孩去上学啊，你还可以这么厉害，是大家的偶像。偶像。难怪你在肯丁饭店会膨胀。我是班长，但是就我是班长呢。我不是老王卖瓜哈，没有。那你是什么？你看我同学遇到我，就是叫我班长。我是不碰碰啦，我是实实在在。你实实在在的班长。实在的是实实的是安尼。那你觉得现在的国小跟你以前国小最大的差异在哪里？起码囡仔较好命，衣食无缺，买啥物就有啥物，唔是像阮国小较可怜。无遐通穿，大家拢素脚。你有毕业旅行吗？去金毛啊。金毛哪里？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金湖啊，等一下再讲。多久？坐火车？多久？你是在同一个县市毕业旅行？啊，我的母亲，阮家的三家家徒四壁，阮家是家徒八壁。啊，就无看说，啊，就是去干铁锅的门，这个鹅毛在外面晒，因为阮同学因家是咧开一种店。啊，因家拍啊出车，啊，什么风车这个把鹅毛吹走，啊，我就去来捡，捡来卖，啊，还卖了1.8块。这就是人家的资产啊，然后被掉之后就哦，只有在人家的门口，所以这都是自由取用。你这算是偷别人鹅毛哦，就是侵占哦，那烘焙皮哦，烘焙吹掉的，风吹了一个毕业旅行给你，啊，我捡来就是我的东西。哦，那你国小最快乐的回忆是？下课跟同学在那边跳。跳头啊！跳那个格子，跳方块，那是女生在玩的。啊，这个啊，那男生在玩什么？踢毽子。怕感动啊！怕感动啊！陀螺。陀螺。哦。在学校会有便当吗？营养午餐。No。营养师做的营养午餐。没有。那时候是什么？番薯枪，番薯晒干，啊，煮下去就黑。黑番薯，它看起来就乌啊。哦，做番薯，啊，我不会吃。哎，有一次做学校运动会。
干的白饭，那两个蛋包。所以白饭加两个荷包蛋是很爽的一件事哦，是奢侈哎。奢侈，我的童年是半饿半饱长大的。因为你看那个锅子打开，甜不含情，我是真的吞不下。含情泡泡，可是现在我午餐都是含情。起码含情是喝两碗酱的。确实，你要保健这块啊。那时候学校都在教什么？学校教的很简单，起码写写查出作业。那以前你们都上写作业吗？要啊，当然写啊，像国字、波波波波波波啦，啊高个的国字那种啊。所以你国字就是多小的时候学的？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自然的吗？啊，没有物理、化学的。对啊，真的。无啦，不搞国中考的，那是你们国小在学。所以你知道什么是 yes 跟 no？ yes 我知道啊，对啊， no 这种不要。Maybe so。Pineapple 啦。Pineapple 什么意思？就是 home。哦。那西瓜呢？西瓜不在。鱼。不是。哦。猪。这个 no 吧，这个是鸡吧。这个。这个。啊，那你有期待之后要再拜一次吗？我不要了嘛，所以珍重再见了。对，今天是珍重再见了。加班加班去长沙玩街，没玩街啦，不要走心啦。阿妈，那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你的同学们说？我是希望我们的同学大家身体健康，可以长寿百岁。啊，没有，我要讲一讲，到时候我会改变的。搞不好你过个几天之后觉得好了，没事。相聚也是很珍贵的啦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今天参加完。千岁团的同学会，我的感触是，第一个先给我们 Z 世代大家，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资源跟我们现在拥有的资讯环境都非常的友善，是非常多元，差别点只在于我们的心有没有主动的去问，有没有去好奇，有没有去寻找，去接受这个世界给我们这么蓬勃的资讯。所以我在这里鼓励每位 Z 世代的人，包括我自己，能够更珍惜现在所拥有。对。然后再来第二个呢，是给 X 世代的社会上的前辈们，我能理解你们以前生长的过程其实非常的艰辛，能活着就已经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在这边也特别感谢 X 世代的每位家长，能够把现在台湾的环境做到有现在的这些资源，相信你们无功有劳了，要珍惜。对，那我们 Z 世代的呢，也许哦，你们可以听听看，也许哦，只缺那么一点自信而已。也许 X 世代的人多给我们 Z 世代的人一点自信，相信我们的力量展现发光，绝对是指日可待的。那妈娘鼓励吗？来，作为鼓励，希望。现在的年轻人要上进，要懂得珍惜，懂得感恩，真的。你觉得人生很重要的什么？我们要掌握什么？就掌握现在啊，看现在的趋势是怎么样。啊，你要做什么事情都要负责，要脚踏实地，本来就是。努力实践，对。OK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赞呐！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阿妈今天运动到了，不错哦。还蛮大声的，你拿枪指着他，好吗？你壁咚，你在壁咚阿妈，阿妈你被欧巴壁咚哎，哦，造吗？还在玩这游戏？阿妈男生都很差，你不要欺负阿妈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